接见外宾念稿卡住。那稿子下次见你们念念看。知道。Yes, 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the Chinese language. I'm sorry. 小英总统，你累了吗？你念他们的英文翻成中文，是不是觉得很难？是翻译起来怪怪的。那天那个名字叫加朵的，一时就卡住了。那稿子下次见你们念念看。那你这几天有哪一件事让你觉得最不习惯？就是见外宾要念稿啊。政治中心台北报道。